什么 ？rapper 台上台下竟然有两幅面孔？我只是假装坚强，真的是幸运的笨蛋。吹响号角和我兄弟大将翻身仗，那反复阐述，哎，就你觉得没意义？我怎么能保持住谦卑？我要眼看这场比赛只有老哥和一天。老舅，我唯一在这里在乎的人。老舅，我想你了。Respect。我不能每次都这么难受吧？现在有很多小老弟，他们都想要比来命。就算这次我失败了，老子依旧 burn it fire。心里种下一颗种子，带来的大爱，才能实现小小愿望，有神奇魔法。保全了体面，谁把谁的伤疤又掀了一遍？没有靠山，没人抱团，只有单方面的告白。因为这场比赛，脑袋已经空了。他们耍的腔调比较呆，说的成都话不要我啦，记好埋啊。踩过荆棘，我表情却镇定。好在丛林里没有邪恶或正义，唯一的真理选择胜利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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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就这个草莓味的果冻，首先就是我下手最这个波浪土豆片。波浪。Oh baby， 情话多说一点。其实我也喜欢王心凌。好的。